鼓是以红色来代表现在海洋所产生的一些危机。那因为我们人类，就是有时候好像无视于它危机的存在，所以我也是以这种狭长的区块啊来代表说它所存在的，我们所人类所看到的危机就是这么少，然后其他就是都是一片模糊这样。